我就跟老师说，不可能随时都变啊。他就说，那干脆就是你进门的斜对面，所以我们家在客厅的斜对面有摆一个聚宝盆。那我说，那我自己那是家庭的，我说自己的。他就说，你自己也是要财运都变嘛。他说，你哪些地方要私密？我说，当然是我的衣柜比较私密，所以我在衣柜上面有又摆了个人的聚宝盆，所以两个。然后呢，就是他的要求是每年在就是除夕的那一天，他会给我一个咒语，跟我太太一起念那个咒语，然后把我妈的咒语去释放一下嘛。那对，那是一张咒语，字很多，一大堆，就是阿弥陀佛之类的。聚宝盆长什么样子？就是嗡，现在就是嗡。对，这里已经有现成的聚宝盆。对，就是聚宝盆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个人珍藏多年的聚宝盆。什么骨灰？我只想这个聚宝盆好处就是可以伴随我们一生，一直到我们人生的终点。那你活着的时候是聚宝盆。在你百年之后呢？这个非常重要。